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有位同修，他的外孙前两胎在家庭矛盾的过程中，被一个没站稳的大人用脚压了一下脑袋，哭都没哭出来，当场就昏迷了，然后脑后部肿了个大包，现在上医院全身都凉，现在抢救是抢救回来，但是就是有时好有时坏，有时哭闹昏睡，有时候叫名字不理，眼睛也像看不见一样，医生说这个孩子脑后部有内出血，现在他和他女儿女婿全部都许愿吃全素，他许愿了10000条鱼，今天早上亲力亲为的放掉了，都是黑鱼和大鲫鱼，还许愿给孩子念诵300张小黄子，他和女儿在好像有人问过了、刚刚有人问过了，哦，问过了是吧，打进电话、好的好像问过了，你们、你们倒慢，那他这个要不要魂魄离身，是不是要叫魂啊，现在叫魂啊，叫魂啊，不是叫魂啊，好好念小房子啊，叫魂有什么用啊，叫得回来的、魂魄是被人家拉走还叫得回来的，又不是自己跑掉的、自己跑掉嘛叫得回来呀、听不懂啊，明白了，好的好的、